冠状病毒的结构是什么样的？S蛋白位于病毒表面，形成棒状结构，作为病毒的主要抗原蛋白之一，是用于分型的主要结构。M 蛋白包裹病毒基因组，可作为诊断抗原。对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于对 SARS 冠状病毒和 MERS 冠状病毒的研究。